近日有网友在香港偶遇陈伟霆并与其合影，合影后陈伟霆还温柔地关心他们，大方暖心获赞，超级温柔的陈伟霆值得追随，温柔的宝宝值得我们爱，真的是温柔又同理心极强的男人，这么多年一直为他心动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